OK， 特勤夜总会，耶、yeah! ！OK， 特勤夜总会，耶、yeah! ！新来做会，哎、欸，好 ，OK，OK， 好，来楼上，楼上，好，来找座方便，好，来比个耶，比个耶，啊，走，来中间，来右边，好，特勤夜总会，大家来做会，耶、yeah! ，OK， 来，我要补充感谢一个人。该感谢都在上面感谢过了。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就是我们的天后詹雅文老师。这如果没有詹雅文老师的话，他的参与跟他的努力，跟我们一起合作的话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奖。所以詹雅文老师负责哪一块啊？他一百个感动，他是一首我们哎对一个一百个感动的所有的他走入到民间去，然后呢把这些需要帮助的一些民众们都把他找出来，然后呢让世界各地都知道说有他们需要帮助，所以呢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奖，所以说他的单元是非常的重要的，所以这边要特别再把这个雅文姐提出来讲一下，这样。在这里特别要补充的就是，其实整个节目最重要的一环是我们去各地露营的乡亲，不管刮风下雨、太阳晒、风吹雨打，他们不管录到多晚，他们永远在。那这是我们节目的一部分，那所以在这边很高兴，今天这个用热血做出来的超级夜总会，跑遍了台湾70几个地方，看多了看了很多台湾美好的人事物跟最棒的人事物，我们很忠实的记录跟推广了台语歌曲，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演出，非常感谢你们的肯定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三立电视台有什么要提问的？来。顺哥，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感动。现在对，我补抢一下，新闻没有碰哥，没有顺哥，怎么会？我们节目绝对不会得奖，没有他们两位这么优秀的表现，制作单位想破头，再好的东西也呈现不出来，我这是非常感谢。我是觉得应该是两个大重点，一个是电视台啊，有那么好给我那么好的一个平台啊，就我们三立电视台。那第二个是真的是主持人，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在做节目，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我觉得这个三个元素缺一，我们就不会得奖。这是最大的三个元素。那非常谢谢爱迪斯的小蔡、Golden、美玲、玉玲以及微凉，大家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。以及各位三立幕后的工程人员、灯光、音响、摄影、武勋老师这些，我们所有整个超级夜总会团队，我帮你们把奖拿回来了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超级夜总会，雄青来各位，耶、yeah! ！